有点难过，对。他也不是我亲人，也不是我的那个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人家也没有找我做他的律师，那好像有点关系。我觉得有点难过，就是如果我还是持续，就是完全他找别的律师，我也不鸟他，我还是每两个月去看他一次的话，可能他不会自杀吧，因为都没有人去看他。所以我有罪。